大家好，我系 Ella Cafe。我哋除咗有售卖自己品牌嘅编织成品之外，都有提供编织课程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课程，可以联络我哋预约我哋嘅课程。今日想教大家整呢一款帽。Cafe 拣咗一只带闪片嘅线，所以成顶帽嘅效果咧都系比较拧身。呢顶帽咧系可以折起身嘅，所以就可以方便我哋携带同埋使用。我哋用相同嘅方法嚟勾织第八至第十六行，第十六行勾好帽身嘅十行完成。而家从第十七行开始勾帽边，第十七行勾24做三针长针，将支勾针督落去识别扣呢个位勾针短针，将个识别扣攞落嚟。喺呢一个短针上边勾三针长针，首先三针锁针当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再喺呢个短针上边勾两针长针，第一针，第二针，去翻上一行第一组单元中间嘅锁针位勾针短针。将个识别扣扣喺起立针嘅第三个锁针位上边。第十七行嘅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二组单元。喺呢一个短针位上边勾三针长针，首先三针锁针到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再喺呢个短针位上边勾两针长针。因为起立针咧都挡一针嘅，所以我哋再喺呢个短针上边勾两针长针。我哋喺呢个短针上面再勾多两针长针。第一针，第二针，去翻上一行嘅第一个短针位勾针短针，第十七行嘅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三组单元，喺呢一个短针上边勾三针长针，首先三针锁针当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再喺呢个短针上边勾多两针长针。第一针，第二针，去翻上一行嘅第二组单元中间嘅锁针位勾针短针。第十七行嘅第三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24组单元。第十七行嘅24组单元勾好，我哋将支勾针督落去第一组单元嘅短针位上边。勾针短针，第十七行完成。我哋而家开始勾第十八行。第十八行系勾两组两针长针，中间有一针锁针，总共勾24组。我哋喺呢一个短针上边勾二分一组单元。首先三针锁针当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再喺呢个短针上边勾针长针。第一组嘅二分一单元勾好，我哋喺识别扣呢个位勾针短针，将个识别扣攞落嚟。我哋将识别扣扣喺起立针嘅第三个锁针位上边。第一组单元嘅二分一勾好，我哋去翻上一行嘅第一个短针位勾两组两针长针，中间有一针锁针。第一组，我就勾针锁针，第二组，第十八行嘅第一组完整单元勾好，喺上一行第二组单元起立针嘅第三个锁针位，即针短针。第十八行嘅第一组完整单元勾好。去翻上一行嘅第二个短针位，喺上边勾两组两针长针，中间有一针锁针。第一组，就勾针锁针。
去返上一行第三组单元的起立针的第三个锁针位，钩针短针。第十八行的第二组完整单元钩号，去返上一行的第三个短针位，在这个短针位上面钩两组两针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第一组就钩针锁针。去返上一行第四组单元的起立针的第三个锁针为钩针短针。第十八行的第三组完整单元钩号，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钩24组单元。第十八行的第24组单元钩号，我们再去返第一组单元这里再钩埋另外的二分一单元，即是钩多两针长针再加针锁针。第一针，第二针，再钩针锁针，去翻识别扣呢个位置，再钩针引拔针，先将个识别扣攞落嚟，将只钩针嘟落去 ，Q 线拉翻出嚟，做翻针引拔。第十八行完成，我哋将个识别扣扣翻去。我哋而家开始钩第十九同埋第二十行。即是勾两组三针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，总共勾24组。在上一行的第一个短针位勾两组三针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第一组再勾针锁针。第二组去返上一行第一组单元中间的锁针位上面钩针短针。第十九行的第一组单元钩号，去返上一行的第二个短针位钩两组三针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第一组再钩针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钩多一组三针长针。去返上一行的第二组单元中间的锁针位钩针短针。第十九行的第二组完整单元钩号，去返上一行第三个短针位，在上面钩两组三针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第一组再钩针锁针，在同一个位再钩三针长针。一、二、三，去返上一行第三组单元中间的锁针位，再钩针短针。第十九行的第三组单元钩号，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钩24组，来钩第十九行和二十行。第二十行完成。我们现在开始勾第21、22、23行，这三行呢是勾两组四针长针，中间有一针锁针，总共勾24组。在上一行的第一个短针位，在这个短针位上面勾两组四针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再钩针锁针，在同一个位再织多四针长针。
喺上一行嘅第一组单元中间嘅锁针位再勾多一针短针。第廿一行嘅第一组单元勾好，喺上一行嘅第二个短针位勾两组四针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第一组再勾针锁针，再喺同一个位置勾多四针长针。第二组去翻上一行第二个单元中间嘅锁针位勾一针短针。第廿一行嘅第二组单元勾好，去翻上一行嘅第三个短针位，喺上面勾两组四针长针，中间有针锁针。第一组。再勾针锁针，喺同一个位再勾多四针长针。去翻上一行嘅第三组单元中间嘅锁针位勾针短针。第廿一行嘅第三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廿四组，再勾埋第二十一、第二十二、第二十三行。第二十三行织好，冇边都织好。我哋留少少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头抽出嚟，将线头穿喺缝衣针上边，收埋多余嘅线头。嘅勾织完成，我哋再勾埋装饰绳，勾两条210针嘅锁针条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两条210针嘅锁针条勾好。將裝飾繩安裝喺第16同埋第17行中間。四粒水晶之仔安裝完成。咁其實喺帽嘅製作過程中，帽身同埋帽邊嘅尺寸咧，大家都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嚟進行調整。咁而家咧帽嘅製作就完成咗。如果大家喺製作呢款帽嘅過程中有咩問題，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尽量解答大家的问题。一顶闪亮亮方便携带的欧织帽制作完成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 和 Comment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。多谢大家收看。